等一下，我给你听声音，有听到声音按一下，声音会由大声到小声，不管大或小，稍微一点点有听到，我们都要按哦。好，那眼睛要拔掉。眼睛拔掉。对。放了就好麻醉。对。需要再拍吗？接下来颁奖，表扬义务提供本县原警视听力检查院所各颁发感谢状以致谢忱，请以下获奖单位代表上台接受表扬：元荣医院张科室总院长、民营眼科诊所王伟成院长、恭请县长班启航。